好，我们来看下一条。近日，一辆俄罗斯装甲车在参加活动时因海水倒灌沉入克赤海峡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当地时间7月25号，俄罗斯的地区性军事技术协会组织了一场勇气之路活动。在活动中，有三辆 BRDM2 装甲车从塔曼湾沿岸驶入克赤海峡，最终目标是到达对岸的克赤格罗耶夫斯克耶镇，穿行距离约15公里。然而，在装甲车驶过约5公里后，最前面的一辆 BRDM2 突然遭遇强风和强流，导致海水倒灌，舱内进水，来不及抽出，车组人员被迫弃车撤离。BRDM2 装甲侦察车是苏联于上世纪60年代初研制的，该车在研发时采用了包括全封闭机枪转塔、后置大功率发动机等多项新颖设计，使车辆的水陆两栖性能得到很大改善。河南信阳的网友城关虎将提问：这种装甲侦察车能用来横渡海峡吗？俄罗斯人是不是胆子也太大了些？其实呢，理论上来说，这些装甲侦察车呢，它是具备水中横渡的能力，但是一般来说呢，是在这个内陆水域使用的。海上呢，有的时候海况比较复杂，风浪比较大，它这种车辆本身的航渡能力是有限的，所以一般来说，在海上，特别是开阔海域，一般是不使用的。但是我们讲呢，俄罗斯是战斗民族，所以胆子确实很大。在一些节目的报道中，我们经常会看到我国的零五式两栖战车在海中航行的画面。陈老师，这种专用的两栖战车是如何解决海上航行安全问题的？专业的两栖战车呢，和这种兼职的装甲车辆，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它在航渡的方面对海况的要求、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防渗漏和排水方面呢，它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。你以咱们这个零五式两栖车族为例，因为它本身在水中高速航行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升力体，它可以呢这个像这个水艇那样在水面抬升高速航行，这样一来呢，它本身的抗风浪能力就要好得多。